我们还是要早睡早起啊，身体最重要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淡水先生走路。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位师傅在线上了。欧文先生不知道在不在哦。哎，贝师傅在打LOL哎。没有其他师傅在了。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师傅在了，好吧，靠自己了。快玩，你都练第三只了，你说那个。你说风之谷吗？爸爸包，爸爸包，感谢你的donate，让永杰的时刻越来越好。这一次爱你哦！谢谢 Hugh Show 的八块为我们带来的。啊，要我手动点歌是吧？稍微打个两场吧。哎，稍微练习一下我们的淡水先生走路，今天自习啊。淡水先生走路跟大雄先生跑跑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不是不是，这不是彩虹冒险，这是那个。好，我们拍到的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 ，Dempin。各位观众，再起来，再起来喽！看我虐杀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。太大声了，没办法，太大了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你等他过来，然后他就会按下重脚，就打他。然后被他摔的话，就被他摔吧。淡水先生有说过，人家想摔他，就给他摔，没事。他想摔，给他摔就对了。呼呼，怎么撞到一样的人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都打完了几十场的猎神，他竟然还在这里哎。反正这个玩家的话，也不太需要什么操作，你只要熟记几个心法就可以解决他了。他就像是一个 NPC。他过来就是会踢，然后他蹲着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按一下大招或者火力 can 一下。哦，我起来的时候呢，也会按一下大招。狙击思密达。我觉得彩虹冒险蛮好玩的，就是一开始有那个很多副本可以打的那个嘛。站起来，站起来喽！淡水先生心法啊，我已经是融会贯通了，各位朋友，我已经完全摸透了这位马来西亚的朋友啊。我们就要开场，在我的面前丢一滩毒，他就过来自杀了。然后感觉到的时候再丢一滩，哦，不要再摔我了，他是不是发现我没有要反摔啊？然后他剩一滴血的时候，淡水先生走路。Round two,
然出了一点大事。哎，大门解塞跟淡水解塞，大家觉得要选哪个好？我觉得淡水先生解塞选是一个他的主角，可以走了。伴随走路，没有吧？大门先生解摔，我也是略知一二的。什么淡水对空？我靠，直接就对空！最强喽！干直接对攻哦，轻松解决掉了这位马来西亚的朋友啊，十连胜，没问题啊。干直接对攻哦，是无解的，完全无法防御的，专门打龙，跟啃。大门先生 V 反哦，大门先生 V 反。其实蛮少用不到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可以用这招下去下去，我直接把他刚刚那个人哦都变成银牌了，他只要上四千分哦，我就可以把他怼下去。反正被摔也不是很痛嘛，对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这个淡水给摔，我被摔了不到几十次，其实我也没有要死的感觉，就是被他摔了啊啊，被摔了算了，好像也没啥事。我马上好就要成立我的 God 这些流派啊，哪一位观众想当门生的啊？最好是全新的玩家比较好，这样子哦，我就可以灌输给你哦，这个游戏最正确的概念，让你哦一鸣惊人。啊，对对，拍得到。等我先上一万，我就开始收徒弟了。我遇到这个家伙，没事。淡水先生有教过我，不要慌张，给他摔就对了。给他摔就对了，不用担心啦。这个家伙虽然是摔几脚，给他摔就对了。看起来啊、哦，还是有点伤害的嘛。好，我懂他，我完全知道他的动作，完全看懂他了。
让人逃跑。大门先生逃跑，被他晒到了，还剩一滴血了。这个哔哩哔哩真的有点难打，没事，我知道怎么打他。然后看了一场之后，我就知道怎么对付他。接下来我要吃他两场的分数，差一滴。哇，就差一滴。Round one, fight.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这个时候只要淡水先生，大门先生逃跑。血量领先时候就这样打啦。Round two, fight.不行，气感觉要留下来，阵亡了。Final round, fight. 让我的大门先生。大门先生逃跑，淡水先生走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拆喽。You win.动不了了吧？我的毒液哦，比你的电击效果还要快啦！加了104分哎，这个超补，超级补。Round one, fight. 好，那应该飞过来。大门先生逃跑。好了，冲过来了。先跳起来比较实在。
快跑！哦，藏了藏了！大门先生，大门先生找北离啊，那样那样，哇！大门先生没跑掉。不是，他真的跑太快了，撞来撞去的，飞来飞去啊！没事，我知道怎么打他了。在这一战之中呢，我已经虚到了大量经验值，各位观众是集大量的经验值。再一次遇到他，把他怼着歪哥起床。我不应该逃跑了，我应该淡水先生不动。我刚应该淡水先生不动的。一场扣55分啊，打赢一场加100多分，所以小婉可以先动，好像是吧？再一场休息了。没有，刚刚那个角色康克我了，不好打。这啥游戏哦？这个东西叫做 Street Fighter V。噔噔噔噔噔！好，我们这一次遇到的是怪脚长长六探，遇到六探呢。这样子打的，知道这个六探要干嘛？这六探的话呢？没事，淡水先生。淡水先生有教过我，他说这一只呢不用怕他，你只要小心他的鼻孔就对了。可是你趴下的话，都躲掉他鼻孔了。淡水先生，大门先生逃跑。哇！
Final round. Fight. 按错了。没事没事。他刚跳起来的时候，我没反应到。知道吗？我的防空贼强的，我的防空是经过淡水先生认证的。我说我是这个世界上防空最强的男人。我爆墙了，看到。哦，我的大门先生逃跑，竟然被抱起来了。哇，上送他上分啊。Round one. 认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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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观众认真了。哎，他怎么开始漂移了？哇，开始漂移了，怎么打？开始漂移了，哇，完全看不到他在干嘛了，干嘛撞撞被撞死的。 Oh my god 看我也是漂移哦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哦，大门先生，上啊，快跑啊！哦，被他给干掉了。那也阿尼，没了，再一场，最后一场。我的大门先生逃跑，被他给抓住了。好像毒药剩一滴哦，不是啊，下重脚，我是雀反才下重脚啊，只是不太确定他那个是不是雀反而已。来吧，是哪里的朋友？我们来看看这一场哦，可以遇到哪里的朋友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哦，遇到了新加坡的朋友。
过这个家伙。来，这边走。哦，这个人很痛。别这个原始人。这是抽奖哦，还没决定。哇，这个原始人怎么那么难打？好痛啊，这个家伙。哦，我要把他怼了，怼了之后他就睡觉，杀了他就睡觉。然后把他杀了之后睡觉。Round one. Fight.啊，他好痛啊。不，我要被原始人给干掉了。Round two. Quite.他的原始人给打死了。再一场，没有打死这个原始人，不能睡啊。最后一场，赢了就睡觉。赢了就睡觉，我们赢了就去睡觉。就睡觉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早睡早起啦。刚那个角色太少遇到了，没办法，我遇到最多的就是龙了。我们必须把所有的角色都给打一轮。然后这一次哦，遇到了一个好鬼，李布纳，是一个李布纳的好鬼。专打李布纳，李布纳杀手，看好了。
那种硬硬的角色不好打。没有啊，我的 combo 跟他们的 combo 是一样啊，就是五 combo 啊。Round one, fight. Oh no! Ah! 滚啊！ Round two,稳啊稳啊，再吃他一分。我的这个大门先生走路啊，不对，淡水先生走路无敌。睡觉喽。Round one, fight.要起飞了。打完他就睡觉了。睡觉了啊，又起飞了。安安了，各位，看起来我们该去睡觉了。再打一场，这个第三场还是打一打。Fight!
哦。飞起来了。哎呀，没事。睡觉了，被他火烤了。那今天晚上就到这了，晚安了各位。睡觉喽。